5月30日中午，河北保定市交通大厦突然起火，火势凶猛，熊熊火焰和滚滚浓烟直冲天空，整个楼顶几乎烧没了。网传视频显示，保定市交通局的办公大楼起火，现场浓烟滚滚，许多市民在远处观望。多辆消防车正在救火，但起火的部位是楼顶，消防车的水喷不到，眼看着大火烧得越来越猛。一位目击者拍摄视频说，交通大厦着火了，火势挺大，消防车都来了。另一名目击者说，政府楼，交通局的。什么原因？我觉着火越着越旺了这事。还有人在视频中说，顶现在烧没了，现在往下烧，保定半个消防队来了，来了也没有用，他消防车不够高。据当地民众介绍，交通大厦楼顶堆放物资的仓库最先起火，然后一路往下烧。起火时正好是中午，政府办公楼一般都是下午1:30上班，因此楼内人较少，具体情况不明。火情发生后，交通大厦周边道路已封锁，车辆需绕行。你站好，摔下去了。这边这刚才消防人站那儿，整个着起来了。这啊啊，圆弧的南边。对，那个那阵他们还能在那站着呢，现在站不了了。哎呀，说到南边了，我勒个去，这火不会往下走吧？楼里肯定已经没有人了。绝对是没人了，吓死了！想那车也别走，我操！两趟火车尤其是不是这边这个消防车这的。这就刚刚地上的油，我偷了新楼。哎呀，还好嘛，跟我好点嘛。哎呀，很不敬，一来我跟刘姐表弟讲，早上来了，啊，接上你去看，一来我跟刘姐，一来我跟开来找刘张姐的房，给刘姐妹开来找刘的。你也我在跳的，啊，接上，一来我叫你，啊，那就改定啊，我拿这款。哎呦，这走样吹在那里哟，这走样歪哟。呀，俺跳跳的看啊，你眼我在地子地梁柱的，俺跳跳，俺千斤顶。关老兄，俺弄啥也有嘛？哎，咱这现在爱天毛没在家，咱就波板腿波骨了，咋的来俺嘛？咋的生啊？这样变哦，都喊不灵不顶的嘛呀？去看看。健康呀，还是嘛，还是嘛，这个。哈哈，你要你个人看啊。一个这个评价代表大碗，大碗，大碗。比大碗还过来大碗咯。这花梁啊，花梁已经只能用支架支撑，这能支撑多久？一天、两天还是三天？我们真的不敢想象下去。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？这补丁要补丁。再也过来没有？再。这里三里要整头啊，三里要整头的。安迪翁已经达到病入膏肓、无药可救的地步。安吉隆巴隆巴已经没气作二，怎么阿奇买树先放出塞的？已经到个花柳地步，那没有了抢救没了，抢救没有。
刮了六万屁股了，刮人刮六万屁股了。到哪里还跳啊？还跳黑也好，真有个草花又贵又挺紧，去底下看我好饿啊！就跳真有啊！我打探了一下情况，人家说是因为这个车，然后呢就是吓到了这个男的，这个男的牵了一条狗，把这男的吓了一跳，然后呢就是男的就是这个司机说太娇贵了啥的，然后这个男的就报警了，报警处理这个事情，就是他牵了一条狗，他按了喇叭把他吓了一跳，就这个事情。然后呢现在就导致这边前面全是空的，然后后面全是堵的车，堵的贼长，在后面看到没有，一直堵在那边，堵到后面去，真牛逼牛逼。好了，现在警察来了，然后要道歉吗？给狗道歉，看看看看看，哇，狗在这儿，还挺可爱的，狗怪那个马丁伦老弟呢，黑佛呢，还有公园的猫挺冷的嘞，是哇哦，哇塞，老弟呢？好，那个猫挺冷，老弟呢？黑佛呢？还有公园的猫挺冷的嘞，是哇哦，哇塞，老弟呢？好，看到没有？龙洒水了，龙洒湿了，龙洒湿了，看到。没报警，听见吧？是碰一下了。碰到了，你碰到给没下给来了？奇怪吧？瞅瞅瞅瞅看，寻人启事摆弄着，寻人启事，你看多少国家。这都一块儿找的，大家都帮忙嘛，看丢多少人，老天爷，这小孩们他丢这些，你想想，哎，没法说，这些丢。在场的家人们啊，今天是5月29号，河南的第10届训警会，向你们河南的所有家人们，一定记得这手机，关注你身边的每一位孩子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宝贝，请让他勇敢地站出来去参与，做第一人入库，和父母大人走南不远了，就是那一滴血的激励。也希望你身边的同学和朋友，让他去做第一人入库。他的爸爸妈妈还在全国各地。我操！哎呀！我操！哎呀！美国驻华使馆门前长长的队伍啊，今天是5月29号，24年的5月29日上午，美国使馆门前长长的面前队伍。
现在这些江边的桥上都装了摄像头了啊。是。免费的馒头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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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呀！免费的哟，掉了哟！哟，哟，这也不行，这不行，这抢的。不送了。这每天为什么要说说说哪说？他不说。明天不说哪？你为什么天天说免费呀？他怎么说？明天不说哪？为明天。明天不说哪？你们负责的，你们这是哪个地方的？这两个工地，那边有，这边也有，嗯。两个工地上太多了，无数个，他这样一抢着的，应该发一分都可以，但是这样抢着不好。那个装起，包是包两个人的呢。你看我特意放的长了一点，半米，大不够。就这个吸管吧，哎，那个吸管的，那个吸管的。明天都不送了，生意怎么这么悄悄来抢过来了？没名堂。哎，没名没地的，嗯，这都一下搞浪费了，都快来的。这么多，你说拿这么多，你说别人怎么办呢？对，他一拿个三十个。他拿那个，那不就来一个鸡蛋，来一个鸡蛋。分开的，分开的还抢。不要钱了，就给他们抢了。
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